大家好，我们是台体吉他社。对，那就跟刚刚主持人讲的一样，就是我们刚成军不久，那这边都是我们吉他社社员，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演出，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跟尖叫。对，谢谢你们。第一首带来的是刚刚听的梁静茹的大小手拉大手。对，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，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，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，游乐园拥挤的就是时候，一个夜晚坚持不睡，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，有一次人也纷纷追向了我，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，你大大的勇敢
希望所有毕业生遇到未来任何的挫折，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彩虹。